靠靠靠靠，嗯，那个马这么乖哈，嗯，为什么？因为宝宝高，因为这个马很乖，刚好在他嘴巴那边。就被他吃掉了，嗯，他说这个怎么不好出啊？靠近一点呢、啊？你要靠近一点呢、啊，还有这么远，他出不来了。不会啦，近一点呢。嗯。你看他嘴巴都。嗯，你别盖起吧。嗯。你只要拿一只在他前面，嘿，好看我。一二。好，嗯，好吃好吃哈，嗯，好吃好吃啊，受伤害，不知道他们都会不会喂饱喂个屌，哥哥敢拿红萝卜吗？别人给的，嗯，那、啊、你别、欸、要很近哦，你不要太靠近哦，啊，手要放开哦。来，小叔教你，来，小叔教你，好，我教你，来。我就拿喂了，他还没有用过红萝卜喂，真的吗？他咬了，你再放手就好了。小叔干嘛一直挡镜头？对啊，小叔